偷偷一个人吃秋天的第一顿火锅。哦，富贵富贵，不好了不好了，你家鸡巴冒烟了。怎么可能啊，你想吃我火锅吗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嘛，你赶紧去看看。没骗我吧？没有，我先去看看，你先别吃啊，等我啊，等我回来啊。好好。妈真香。嗯，完了，宝贝骗了呀。